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下了一个礼拜的雨，今天终于雨过天晴了。我们家的这个地板砖也再有两天就整个贴结束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这卧室的已经贴完了，现在今天贴的是厨房里面的。我们先来看一看卧室里面。终于有太阳晒进来了，不容易啊。接着了吧，师傅？接着了。哎呀，这个展还开窍。哎，这展还防滑的起来。还是防滑的吗？菊花盛开，清香四溢，其瓣如丝，如转，其色。对了，玉了，老师。是体力唯一的最后一点菜了啊！我菜的，我们这就几个小时时间。你是前段时间晒的干的了哦。又到了我们农村人做中午饭的时候了，今天我们继续简简单单来擀一个大宽面，走起！起锅倒入新鲜的胡麻油，我们先炒菜。加入西红柿，最后加入韭菜，最后加水，水开了，现在切上面条，我们准备开始揪面片。你得在这就在面上，我操的，我就去收菜片了。我想吃菜片。西红柿面片就好了。放点辣椒，倒点醋，手工揪面片，吃起来。听到。哎呀，太美了！裤子有点长。桌面，你们桌子胡子那么细啊？最喜欢牛肉面吗？这一天不吃牛肉面，活舌头难受。